最近在写字是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风里雨里，阿龙烧烤依然等着你。最近有小伙伴私信我说，让我安排谁配啊？谁配老板娘？刚好今天我到市区，然后顺便到他们店里啊，然后安排一期。还有人私信。画也不，那个画画也不画了是吧？不是那个最近在练字嘛。咋了？这样拍？嗯，是挺好的，挺好的。然后等他跟他剪辑的时候，加点努力。不需要。像你这天，我就是雷斯一看就证明不简单。不简单，这个人不简单。不简单，最近在写字是吧？写字，龙年字啊，马上送你画。我有画，你不要有画。好，等一下能不能看你写两字？你这个示范。黑老师，走到你那上面看看你那字写的咋样？还好，什么字？
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欣赏完了，我们我来跟你说。视频坐在这做，我不光什么，没回去了，让车子，让我车子，我开的车。我不叫你不要开车吗？你非要开车，你不要抱着，打不到车，打不到。帮我开车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把你手机给他。好的，我要换。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是的，原生态。嗯，是。请大家吃泡面。可以可以，拜拜，要不要回去啊？送你。好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已经回来了。有很多朋友私信我说：“阿龙，你做餐饮的，你没事拍几期做菜、烤串。”说实话，这都是我拿手的最简单的东西，所以我也很少去拍。比如做菜啊、烤串，我觉得这太简单了，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没有啥亮点。但是应小伙伴的要求啊，过几天给大家做几期，感受一下啊美食，阿龙亲自做的美食，让你们感受一下，我们也是有手艺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希望大家开心每一天，拜拜。